《律概论》，概论法律，找寻法律的精神与目的。大家好，欢迎来到空中大讲堂。今天我们来讨论，我们为什么要来讨论宪法呢、啊？那近代的宪法发展又是如何呢？我们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啊啊，谈论的都是政府应该要如何来满足我们的民生。 要如何来维护公平正义，所以主张的是民本主义的思想。但是近代的西方思想呢，它是讨论政府权力的来源，啊，如何来制衡，所以它主张的是民主主义的思想。那民主主义的本质呢，就是立宪主义。这个立宪主义的来源呢、啊？是在英国。那我们说呢？ 当时呢，在近代宪法的产生呢、啊，主要是为了要推翻王权或者是限制王权，啊，然后保障人权，啊，使之入宪而为政府与人民共同遵守的一个呢法则。所以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国家的典章制度，它包括了政府的组成跟人民的权利义务。而这个是由英国的这个光荣革命，然后造成了美国的独立运动。 然后成为成文宪法，成文宪法之后影响到法国，法国大革命之后，然后推翻了君主专政，然后成立了共和政府，然后成立了第一共和国宪法，然后这个呢影响到整个欧洲大陆，然后整个欧洲大陆又影响到日本，日本呢就产生了明治维新，君主立宪，国强民富，整个亚洲都呢。 啊，因而去啊反效他，于是成为世界的一个通则。这谈到的这个问题，主要是在英国的当时的光荣革命，就是一六八九年呢、啊，英国的国会啊，他们通过了一个限制王权的法案，我们称之为《权利法案》。这个《权利法案》呢，它奠定了国王呢，他统而不治啊的宪政基础。国家的权力从国王呢，移到了这个啊议会。 啊，君主立宪的这个宪政政体了，从此呢、啊、确立了。那这个光荣革命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一六八九年呢、啊，当时啊，国会逼着这个詹姆斯二世啊要接受，但詹姆斯二世就宣布了退位，然后由威廉三世跟玛丽呢共同来统治。当时呢，国会呢就向威廉呢三世提出了权利法案，说呢以后如果没有得到议会的同意。 国王，你不能够停止议会的啊通过的法律的效力，没有经过议会的同意，你不能够擅自的去征收税捐，没有议会的同意啊，你不能做这些行为。同时，他规定啊，如果你要成为英国国王，你就不能是天主教徒啊，你也不能够跟天主教徒来结婚啊。于是呢，这个威廉呢，三次他接受了这个宣言啊，没有发生了流血暴动，所以我们称之为啊。 光荣革命，那这个光荣革命呢，就使得这个整个的君主立宪的制度呢，啊产生了。那光荣革命之后呢，其实威廉三世呢，又为了这个镇压反抗呢，跟这个苏格兰以及爱尔兰发生了纠纷，啊，最后呢，一直到现在还出现了北爱尔兰的问题。那光荣革命之后，有一些清教徒就跑到了美国去了，就这样。 发展出来了殖民运动，殖民运动以后呢，英国跟法国呢又发生了殖民战争，法国战败了啊，然后呢，这个英国呢就向呢这个殖民地了征税啊，然后呢颁布了一些呢经济的措施啊，于是逐渐的导致了所谓的美国的独立运动。啊，我们说美国的独立运动呢，在一七七五年呢、啊，当时最早的时候呢。 就是啊，克列辛顿啊，跟这个康科德的这个啊战役啊，这个是创造了这个美国独立运动的这个啊先声。那当时的这个问题是发生在这个政治跟经济啊这个赋税上面的一个纠纷。于是 Massachusetts 的这个 John a l a n s 啊，Pennsylvania 的 Benjamin Benjamin。 Franklin 啊，Virginia 的这个 s u o m e r s Jefferson 啊，纽约的这个 Robert Livingston 啊，当然康乃狄克州的这个 Roger Sherman 啊，他们这些人我们就称之为五人小组。这五人小组就起草了一个文告，宣布独立啊，所以就跟英国就发生了这场呢独立战争。但是我们刚才讲，英国的这这个美国的独立战争呢，是因为呢，英国跟法国殖民战争之后，英国没有向法国要战费。 赔偿，的而向殖民地征他的税啊，尤其是征到这个关税啊。那这个征到关税呢，当时殖民地就认为说，你怎么跟我征关税呢？啊，我们是同一个国家，所以当时就出现了所谓的叫做独独立关税领域啊。那这场战争因为当时法国战败了，所以法国也不愿意呢，美洲殖民地啊由英国一个国家占领，所以法国、西班牙、荷兰他们就。 加入这个战争，使这个战争呢超过了北美洲的范围。后来，英国在一七八一年呢，在这个 Jocktown 啊，这个啊约克镇中啊，这这这场战役，英国被打败了，啊，败得很惨，然后所以就投降。投降以后，双方在谈判，一直到了一七八三年啊，这个被逼的签订了巴黎条约啊，就承认了啊美国的这个独立。 那、啊、美国在这个独立战争的过程之中呢，当然他们最早我们都知道，美国国父是华盛顿。啊，华盛顿那个时候在实际上是一个叫做美洲邦联啊 c o n f e r a t e 啊，这个这个美洲邦联呢，他们这十三个国家啊，其实它是国家啊，这十三个独立的殖民地区，他们组成的各自独立的、啊，成为一个国家，然后组成了松散的邦联。那这个邦联呢，就。 就组成了所谓的 Continental Convention，就是大陆会议。在大陆会议之下呢，这个美洲的这个邦联国啊，啊，这个邦联政府啊是没有权利的，他没有征税的权利，没有这个啊，这个这个司法的权利，没有行政的权利，没有立法的权利，他非常的松散，他必须要靠每一个这个殖民地啊，也就是说每一个邦啊，就是国家的政府来替他实施这些权利。 所以呢，这个美洲邦联国就认为说这样子实在是不行。那么因此呢，他们就再一次的召开这个会议啊，啊，希望说他们能够修正这个邦联宪法。所以他们就在一七八七年呢，他们就准备在修正宪法。但是在修正宪法以后，他们就想，与其修正邦联宪法，不如再重新定一个宪法。所以这个就叫做联邦宪法啊。他们就在呢，宾夕 n 尼亚的这个这个。 比尔达菲啊，就费城呢，他们就在这边呢，召开了这个第二次的 Continental Convention 啊。那在第二次的这个大陆会议啊，就一七八九年啊，他们终于同意了，就签订了这个联邦这个宪宪法，然后各州批准啊。啊一七八九年呢，成立了联邦政府。到一七九零年，最后呢，是由这个。 美国的这个这个 Rhode Island 啊，才加入成为第十三个 state，所以我们就看看到了这个，我们实在不太能够理解美国的这个联邦政府的这个美国的这个联邦宪法。我们在讲说，美国的联邦宪法是全世界第一部的近代的成文宪法，但是这个美国的联邦宪法实际上它具有一个所谓的条约的性质啊，因为这十三个国家的批准，那。 美国的这个联邦国啊，我们一直在讲美国的联邦国，实际上我们可能没有很理解这个美国的联邦国是什么。我们说美国的联邦国的，它的每一个邦啊，其实就是州，对不对？所以我们说邦就是它的州。我们讲加州，我们不会讲加班，但是但是它是国、啊，实际上它是一个 state。所以我们是国等于邦等于州等于神。 等于是啊，所以我们这个搞不太清楚他们的东西。那事实上，这个美国的联邦宪法，美国有五十一部宪法，每一个 state 都有自己的宪法，然后美国它的联邦有一部宪法。所以我们知道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来讨论的这个近代的宪法，就是因为各个国家都因为美国的宪法而产生了宪政的体制。好，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的收看，下次再见。 大家好，这是法律概论第五讲次。今天要介绍的是宪法的概说。大概我们前面在谈到宪法的时候呢，说到它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它是对于国家政府的组织跟人民权利义务的一个规范。那对于这个法律的本身的效力性质这些呢，我们就在这个讲次来跟各位做。 一些解说，所以我们的讲授重点呢，在讨论的是宪法的性质跟宪法的最高性啊。第二个呢，我们来讨论的就是政府权限的划分啊。在这个划分上面，我们如何来啊讨论这个比例原则？好，我们用几个问题来跟各位做解说。第一个呢，就是宪法为什么会具有最高性啊？那为什么宪法会具有最高的法律的效力？ 我们都说了，这个法律的位阶啊，就是宪法最高，然后再来法律，再来命令啊，就是，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任何的法律跟宪法抵触的话呢，那这个法律会无效的；如果命令跟宪法或法律抵触的话呢，啊，命令会是无效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宪法的最高的效力，或者叫做宪法的最高性，啊，那又称之为法律层级论啊。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的论述呢？啊，这个是因为来自于呢 Hans k e r s e n 的这个理论，啊，Hans k e r s e n 他是纯粹法学派呢，他提出来的这个法律位接说，他说呢，啊，这个法律是最高性质的，啊，任何的法律秩序的体系啊，啊，都不能够抵触它。为什么呢？因为任何法律的体系都是由不同的阶层的法律规范所制定的，任何一个下级的规范呢？ 它都是来自于它的上级规范啊，所以呢，所有的下级规范呢都不能够去抵触它的上级规范。那这个概念呢，我们说纯粹法学派呢，它有它的贡献啊，它的贡献就是第一个呢，它确认了宪法在各级法律的这个规范之中呢，它具有的最高的地位；第二个呢，就是它加强了法治国家的基本的精神。可是呢？ 这个 Hans k e 斯 s e n 的理论呢，它也有个缺陷啊，就是它对于这个根本规范的这个部分呢，它缺少了一个实际的内容啊，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啊，所以 Hans k e 斯 s e n 的说法呢，它对于宪法为什么是具有最高的性质啊，它解释的不清楚啊。我个人在呃七十六年的这个，我当时在得得到教育部优良著作奖的《宪法的中华民国宪法理论》呢。 这个这个导论里面呢，我就提出来这个问题啊，就是宪法的最高性质跟它的根本性是有关系的啊。我在这个里面提到的这个情理法时空这个 five dimension of law 的这个概念啊，那它两者互为表述的啊，互为表里的啊。那我来解释啊，宪法为什么会具有最高性？Hans Kelsen 的理论上面，他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说呢。 任何的下级规范都来自于上级规范，任何一个规范都有它的上级规范。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宪法本身是不是一个法规范呢？啊,啊，当然，宪法本身是一个法规范呢。那如果宪法它本身是一个法规范的话，那它就必然有它的上级规范存在啊。如果宪法有它的上级规范存在，那宪法的最高性质就会被打破了。所以呢，我我我提出来几个理论呢，第一个就是逻辑概念，就是说。 在逻辑上啊，任何一个国家应该是先有宪法，然后呢，有了宪法以后才会组成政府，有了政府才会有立法机关，有了立法机关才会有立法机关去立法，而这个法律一定是根据宪法而来的，所以在逻辑上，你的法律不能够违背宪法的规范。第二个，就道德上的基础来说，在道德伦理的基础上面来讲的话，就是宪法所以具有法律的最高性质呢。 那是因为呢，这个法律的最高效率来自于人民的这个总意志啊，这个是杰杰拉索的这个概念了。那人民的总意志呢，你不能够抵触人民的总意志，所以呢，它应该是具有宪法的最高的性质。第三个呢，是基于自然法的概念而产生的。自然法理论里面呢。 啊，它的这个公平正义的概念，所以宪法我刚才说它是基于情理法时空而这个结合的一种表征，那含有天人合一啊法与实转的概念，所以在这个清理法时空跟法律点上面呢，把它合并起来呢，它就具有了这个普遍性、共存性跟真理正义啊与自然结合的契合。 所以，于是呢，这个宪法的最高性质啊，就无需外求了。我也不怕呢，你在讨论说任何一个法律规范都必须来自于它的最上级规范啊，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解决 Hans k e r s e n 里面的一些的这个问题啊。当然，这个是蛮复杂的，我们只能是简单的来说，就是提出一个思考。 就是让各位的观众去思考，就是为什么宪法会具有最高性质？为什么任何的法律命令不可以去抵触宪法啊？那如果宪法本身它就是一个法规范的话，那按照 Hanskelsen 的理论，它必然有上级规范。那那个上级规范存在的话，宪法的最高性质是不是会被影响啊？这个是一个思维的问题。好，这个呢，就是我们谈到的就是政府权限的区分。依照宪法来分类的话。 我们可以根据政府权限的区分呢，把宪法分为哪几种的宪法？啊，那我在我的宪法书里面提到呢，根据宪法的权限的区分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为单一国宪法、啊联邦国宪法跟邦联国宪法。那单一国宪法呢，是指的呢一个国家的结构形式啊，它的全国的领土可以分成呢若干不同领域的主权的一个呢。 啊，不享有这个主权地位的一般行政区域啊，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可以将一个国家分成很多的州或者很多的省，可是这些州跟省本身没有任何的主权啊，那是这个呢，仅仅是中央分治区啊，也就是它是一般的行政区区划啊，它是一个中央的分治区，那这个中央的分治区呢啊，它本身是没有任何的主权地位。 我们可以把它扩大，也可以把它缩小。像比如说啊，以前呢，我们叫做东三省，但是到中华民国呢，呃，宪法里面我们又把它分成为东九省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行政区划把它划出来的。那在这个单一国里面呢，它的这个立法机关只有一个立法机关，它可以准许其他的啊地方的啊议会存在，可是呢，这个任何地方议会所制定的，它不叫做法律啊。 那它只是叫做行政命令，啊，那无论呢这个地方分权怎么分啊，分到多小，所有的行政啊区域或它的单位呢，都是中央分治区啊，都是中央分治区、啊。这个国家只有一部宪法啊，只有一个国会啊，它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啊，这个叫做单一国。那它的宪法呢，就叫单一国宪法，因为它只有一部宪法。 可是联邦国宪法就不是了，联邦国宪法这是所谓的联邦国，那这个是国家是由联邦的成员国所组成的，那各个成员国呢啊，它是先于联邦而存在的，那那先于联邦存在，它的领土的大小呢是根据成员国的多寡而决定的啊。那每一个政府呢，不管是联邦政府还是各州政府呢，它的这个权利啊啊是各自拥有各自的权利，各自呢。 啊，政府呢各自为分享的，各个政府呢在法律上都是各自独立的啊。联邦政府的国会跟各各州政府的这个议会啊各有各的权利啊，谁也不从属谁，两者是对等的。只是说在涉及到联邦跟各邦权利的分配的时候呢，啊，或者是修宪的问题呢，啊，这个时候呢双方任何一方都没有单独的权利，这叫做联邦国宪法。 我们在前一个讲次呢，我们介绍到美国的联邦宪法啊，当时美国在一七九零年啊联邦共和国啊正式运作啊一七八九年的联邦政府成立了以后，当时只有十三个 state，但是后面呢，现在它有五十个 state 啊，那像夏威夷 state 的呢，夏威夷州是二次大战之后才加入的啊第五十个州啊，像阿拉斯加州它是买了德。 俄罗斯的这个苏联的这个土地啊，变成了这个阿拉斯加 state 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他们是每一个 state 都有自己的这个主权地位，只是他放弃了部分的主权。然后呢，这个每一个 state 都有他自己的宪法，只有自己的刑法，自己的民法啊。只是他们还有一个所谓的啊 federal constitution 的 law，它有一个联邦宪法啊，这个是一个联邦共和国的概念。 那邦联国宪法呢？啊，邦联国宪法就就不一样了。啊，邦联国它是由一个非常的松散的独立的国家所组成的啊，这种国家联盟，它也有有一点类似以前的同盟国的概念啊。它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啊，也没有统一的立法财政权，这些都没有啊。那么这个美国呢，独立的时候呢，最早的时候呢，他们是属于邦联国啊。那么后来呢，才改成了联邦国啊。所以。 这个邦联国宪法的这个规范呢，到联邦国宪法呢就已经不能适用了。但是美国的这个邦联国用的很短啊，它时间很短啊，这个是所谓的邦联国宪法。那我们在前面的讲这一讲，到，当时的邦联政府呢是没有任何的权利，它也不能够征税，也不能够呢有它的立法机关，也不能够有它的行政机关，它所有的行使的都必须要靠各邦来帮它做行使啊。 可是呢，现在还有一个很特殊、很特殊、很特殊的呢，这个叫做国协啊。这个，尤其是在这一次啊，英国退出了这个欧盟以后，大家就搞不清楚这个英国是什么啊。这个英国确实，这个我们因为我们的语言性的问题啊，这个英国我们可能是讲的 England，我们也可能是讲的 Great British，我们也可能讲的是呢啊这个 UK United Kingdom 啊，所以。 我们不太清楚，我们在现在讲这个英国是哪一个国家，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的独特的一个制度啊。那我们说英国可能指的是英格兰，也可能是不大不列颠，也可能大英国协。那在这个英国的这个大英国协呢，它现在目前有五十四个国家啊。它在一九三一年呢、啊，当时的西民司法呢通过了设立英国的邦联啊。但是英国的邦联呢，这个。 彼此之间呢，他们是独立的啊。后来呢，这个啊，组成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大英国协。这个大英国协呢，跟邦联还是不一样啊。这个邦联是这个 Confederate 啊，但是这个国协呢是 Commonwealth 啊，这两个英文字也不一样。在这个国协上面呢，它每一个国家呢。 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而这些主权独立的国家所组成一个非常松散的一个联盟啊。那各个成员呢，他有他自己的主权、自己的这个政府、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宪法啊。那只是说他们有一种类似同盟国的关系，又比同盟国还要再再再再强化一点啊。这个是属于大英国协了。那我们在看到这个大英国协，简单的来说，当时呢。 这个讲一下它的这个历史啊，就是在英国的这个英格兰国王呢，他在这个一五三六年啊和一五四二年呢、啊，他们通过了一个叫做联合法令，啊，将威尔斯啊给并入到他的领土啊，并入到他的领土。然后呢，到了一六零三年呢，这个英格兰跟苏格兰呢这两个国家呢啊共同啊。 拥有一位君主啊，到了一七零七年呢，这个他们签订的条约啊，啊，使得英格兰跟苏格兰呢，这个王国成立了一个叫做大不列颠王国，然后到一八零一年的时候呢，他们跟爱尔兰王国联合起来，他们就叫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王国。到一九二二年呢，爱尔兰自由邦呢成立了，那北部呢仍然是属于那联合王国，所以他们现在呢真正的。 大不列颠呢，就叫做啊大不列颠及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它的全名应该是这样啊。那这个部分来讲呢，啊，实际上这样听起来，他们好像是有四个国家啊。但是威尔士因为已经并到了英格兰的领土里面，所以它算起来算是三个国家。但这个地方来讲，它就叫做大不列颠啊，这个帝国简称为大不列颠帝国，但是。 他还有其他的国家啊，跟他呢组成的这个 Commonwealth，像比如说加拿大啊、澳洲、纽西兰、印度啊这些很多的，总共有五十四个国家呢。他们呢这组成的叫做啊这个 United Kingdom 啊，啊 United Kingdom 就是大英国协。那这个大英国协呢，他们又很松散啊，又很松散。于是呢，这个他们在二零一三年呢、啊，在二零一三年的这个三月啊。 啊，他们就这个由这个英国女王呢，这个伊丽莎白二世啊签署了啊一份呢这个它的核心价值的文章，就是大英国学宪章，我们叫做啊《Charter of Commonweal》h 啊。这个《Charter of Commonweal》h 呢，这个大英国学宪章呢，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宪章呢很像是宪法，但是它也不是啊我们所谓的这个啊。 一般的宪法啊，它有点类似于他们的这个联合声明啊，但是这个跟联邦国的宪法跟邦联国的宪法也都不一样啊，也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说在讨论到一个呃宪法的分类的时候呢，我们往往不太清楚，因为我们中华民国是一个单一国啊，中华民国是一个单一国，跟联邦国就不太一样。 所以常常呢，我们就在讨论的，呃，听到很多人在谈到这个啊、呃，什么一个中国、两个中国、五个中国、十个中国啊，那因为不太清楚我们到底是什么啊，我们是一个单一国，单一国它就只有一部宪法，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勉强可以世界上跟我们比较像的就像是法国，法国也是一个单一国，所以法国呢它也是单一国宪法，但是法国又比我们。 啊、呃，这个长一点，因为法国的宪法里面呢，它有首都啊，那因此德国一攻攻进去、啊，攻到法国的巴黎，它的首都啊，啊首都沦陷了，法国的中央政府就不存在了，啊，所以这个法国呢后面就叫做流亡政府，但是我们呢，中华民国的宪法上面呢，对于首都啊，当时呢是保留首都一章啊，所以我们的中华民国的宪法里面呢是没有首都的。 啊，所以日本人当时攻到南京的时候，以为我们就中中央政府就不存在了，结果发现他哎没有中央政府，他就啊流亡出去了啊，那结果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首都啊啊，它是啊在中华民国宪法里面是没有的啊，所以这个是单一国宪法跟联邦国宪法之间的不一样，在我们的叫做省，在美国叫做州啊，但是州它其实不是省。 它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只是它把这个主权国家呢的主权呢啊，透过了联邦宪法呢，呃，放弃的部分的主权啊。他们尤其是美国后来呢，他们有一个叫做呢这个这个这个洲际贸易法案啊 （Internal Commercial 这个 Act），透过了洲际贸易法案、洲际贸易委员会呢，使得美国的联邦政府呢，它可以啊主动的去掌控各个 state。 啊，透过这个联邦法案呢，能够使得美国呢，在这个联邦国的情况之下，进入到一个准单一国的现象，啊，所以这个是在宪法上的这个分类啊，让各位去理解，就是政府的权限划分，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子分？哦，原来美国各州的权限呢，是来自于他自身自有的这个权利，而我们的省的权利。 我们的市的权利呢，是行政分制下来的，是透过我们的行政权的这个啊，这个分分分化给他的，所以我们叫做地方制度法啊。我们有中央立法之后，我们透过这个地方制度法给予各地方政府的权限，但是美国的州不是你联邦政府给他的，他的权限是他本身就具有的，只是在联邦宪法里面规定他没有。 啊，划分给联邦政府的都属于地方政府啊，这个叫做剩余权啊。所以这个透过了啊宪法上的这个政府权限划分呢，是吧？希望说我们的观众朋友能够理解单一国宪法、联邦国宪法跟邦联国宪法之间的啊差异性。好，因为今天时间呢关系，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啊。我们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